很多的乐器跟声音其实可以用自己的身体以及口中所发出的声音去表达自己的信念跟意思，其实不用语词都可以表达。接下来下一位我们歌手，他是歌王，来啊，你要不要先吐一下那个
这是要像阿妹子对，像海边的热的海浪那种感觉，对吗？Oh!
好的，稍等。